阿凯，你怎么拿了锄头？你是不是要去种田啊 ？No， 不是，我不是要去种田，我是要来去海口。哦，我要来保护我们的红树林。说到红树林啊，我们会知道里面有水笔仔啊、海茄冬啊、蓝鲤啊，还有红海榄，是鱼虾跟贝类它们食物的来源。然后啊，水笔仔啊，它会生长在水流比较急的地方，它可以保护土壤不被海水冲刷，保护我们的海岸线。所以今天我要来去保护我们台湾的海岸线，我要来去种红树林。阿凯，等一等。现在呢，多种红树林呢，保育的观念已经不太一样哦。台湾呢，不是每个海岸线的湿地都适合种红树林啊。奇怪了，博士，你这样子的观念吼，跟我们所了解到的海岸保育的观念有很大的出入哦。好啊，你听我讲啊。博士，博士。白静，怎么啦？博士，我看到新竹香山那里的湿地本来有一大片的红树林，开始被许多人铲除了耶。我赶快来跟博士说，红树林湿地要不见了，是不是我许多小鱼小虾朋友的家也要消失了？啊，也太严重了吧！所以现在我们两个人就应该要来去种红树林啊。走，白金，跟我一起走。好，妙博士特工队出发 ，Go！ 等一等，阿凯、白金，先不要急，听我讲哦。听说呢，这次砍除那个红树林呢，是为了救全世界最传说中的螃蟹啊。全世界最传说中的螃蟹啊？听说呢，这个传说中的螃蟹呢，是最近呢出现在浊水区的出海口。我已经呢派小助理呢去调查他们的踪迹。要等他们回来报告。他会来这里吗？还是他在那里呢？他到底在哪里呀？听海哭的声音，螃蟹它未免太无情，直到天明。Stop！ 你到底找到、看到、翻到什么螃蟹的蛛丝马迹没有？我找了又找，翻了又翻，还拿出我的放大镜，就是没有看到他。博士说，他的右手，不是，是左手啊，不管，就是他有一只大白鳌，大白鳌那好认啊，怎么不见踪影？该不会是被我的歌声吓跑了吧？不然我们来打个螃蟹圈好了。来呀、螃蟹一呀下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一个，眼一挤呀，脖一缩，爬呀爬呀过山河，快出来呀，小螃蟹！都使出螃蟹拳了，这么久还是没有看到螃蟹。你看那里有人呢，要不要直接过去问？比我们在这边闷着找还要快。好啊。下，我看到你们在这边走来走去，是在找什么？我们在调查螃蟹啊。他们也在找螃蟹，会不会跟我们一样？你去问一下。你们是在找哪种蟹？这里有螃蟹吗？有啊，我们在调查的是台湾的特有种招潮蟹——台湾旱招潮。是有大大白色螯的那个吗？没错。那请问可以带我们一起去找吗？可以啊。大家好，我是看起来很勇猛，但其实很害羞的全世界唯一号称爷爷奶辈才看过的传说中螃蟹——台湾招潮蟹。旱招潮蟹，看着我白色的大螯，可以知道我有很多的外号，有人叫我大脚蟹，大拱蟹，还有当地人会叫我嘎德。
啊，我的个性哦，其实没有外表那么刚猛呢、啊，很胆小啦。只要发现我任何的不对劲，我马上就会逃到洞里面躲起来，因为这样啊，就不会有危险了啦。啊，你问我平常吃什么？哦，我们不是吃泥沙，其实啊，我们是把湿地上面的藻类、有机质，还是碎屑放到嘴里面啊，洗一洗啊，能吃的就吃下去啊，不能吃的泥沙，再把它吐出来。我们啊，跟湿地就像是那个蚯蚓还有土壤那样的依存关系一样。哎，这样就知道我们对湿地的健康哦有多重要了吼。听说那个很早很早以前啊，哦，我的同伴很多哦，我们的足迹啊，从北的宜兰啊、基隆啊，南到那个高雄永安，还有那个澎湖的青罗湿地，哎，原本也有分布哦。但是到了2007年啊，因为广植红树林，让我们差点灭绝嘞。为什么红树林是我们族群变少的原因呢？我也想知道啊。随着每天潮汐的涨退，这些传说中的小螃蟹会在每天的大潮或是小潮的退潮时，开始出没在出海口的泥潭地上。想要找到它们，得要算好时间，而且，嘘，还不能太大声哦。哎，大哥哥，为什么台湾旱蚤草是传说中的螃蟹啊？因为台湾旱蚤草啊，它是台湾的特有种周朝蟹，意思就是你在全世界只有在台湾这边可以看到它的踪迹哦。为什么靠海滩有招潮蟹的存在啊？因为招潮蟹它会在海滩上面挖洞，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地上那些洞穴，或者是像远远地方有一些招潮蟹正在挥舞它们的大螯，这时候就可以知道就是那些是它们的洞穴哦。那为什么它们洞穴的旁边好像有一根很长的洞？那个东西叫做烟囱，那通常是公的招潮蟹跟母的招潮蟹他们配对成功之后，他们进入洞穴里面之后，公的招潮蟹为了要让母的可以在洞穴里面好好的孵育它的卵，所以它会把洞穴拓宽，那挖出来的土就会堆在洞口，形成一个高耸的烟囱咯。那旱蚤潮蟹的主要生存环境是？台湾旱蚤潮它偏好的栖地类型是比较开放的泥滩地，然后上面不可以有植被啊，然后土质的话则是比较偏向黏土质的底质。那台湾旱蚤潮它消失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有几个主要的原因，其中影响最剧烈就是因为这些红树林过度的增长，那它会让底质变得非常的泥泞，而这种泥泞的底质则不是台湾旱蚤潮它偏好的栖地。那其他除了红树林的话，还有像是栖地的开发啊，比如说建造渔温啊，或者是建造一些娱乐设施，那这些都会变成说去影响到它原生的栖地，让它不适合它生存。红树林不是很多招潮蟹的家吗？而且还可以净化海岸的虫沙，也是很多鸟类的栖息地。就像我前面说的，红树林它会让底质变得比较泥泞、比较湿黏，那这个就不是台湾旱蚤潮它偏好的栖地类型嘛。那再来是，其实台湾海岸线很多地方的红树林都是人为种植的，所以其实它们是外来的生物，并不是原本就在这里的生物，所以它会造成生态上的一些影响。那你说它会是其他一些招潮蟹喜欢的环境，是因为本来就有一些招潮蟹它是偏好红树林的环境，但是这时候如果说这个红树林它是人为的移入的话，那这样反而会使这种招潮蟹的数量变得过多，那去抑制到去抢夺到原本这个地方原生招潮蟹的生存环境。台湾旱蚤潮蟹最早发现于彰化鹿港，在1921年确定为台湾特有种。早年他们在西海岸是争霸一方的海岸土霸者，但因工业开发、非法渔温等人为破坏因素，近20年来仅仅在新竹、彰化、台南等3-4处湿地曾出现踪迹。目前我们在这蹲点的浊水溪出海口湿地，是近年来招潮蟹搬来的新家，不知道它在这里族群数量有多少呢？那大哥哥，我们现在要来做什么啊？
我们现在来做样框调查，那等一下我会请你们帮我把这个样框拉开。那我们用的样框是2公尺乘以2公尺的样框啊。我们就把这两根铁的东西插在土里面就好了。好。对。那尽量就是围成一个正方形。那做这个样框调查是要做什么呢？因为我们人力有限的话，你不太可能去算整片七地的面积。那我们会用所谓的样框，然后去计算这个样框里面的数量，然后再去回乘以整个七地我们预估的分布范围。那这样子就可以大概算出这个七地可能有多少只我们要看的物种个体数。那如果螃蟹爬出去怎么办？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设定说，我们这个进出这个样框的个体，我们要不要计算进去？那如果要的话，那就所有进出的都要算；那不要的话，那就是我们就把它去除掉，只单纯看样框里面的个体数。泥滩地上，我们用样框拉起来，然后静静等着汉招潮蟹从洞穴里爬出来见大家。研究团队在大太阳底下做研究。你跟这群谢谢大军比耐力，我觉得蛮特别的。不过我觉得如果用这个方法的话，也要具有耐心，因为他要先把那个围起来，你要在旁边不能动，然后要等5到10分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考验耐心的做的事情。根据去年调查结果，这片湿地的汉招潮蟹数量已经有30万只以上哦。不过也看到红树林的宿仔已经开始扩散扎根了，不知道未来汉招潮蟹能不能在这个新家安稳地住下去。Hello， 我是汉招潮蟹的雄蟹，我的身体是深褐色的，想看我，海滩的一个洞一个洞就可以发现到我哦。但是你们最先看到的是我的这只大螯，跟很多的螃蟹不一样，我的螯啊左右并不是对称的。这只手啊是我们打架跟追老婆时最好的利器，退潮的时候我们就会走出洞，不停地上下上下挥动大螯，打架的时候啊就像个武士的盾牌。我们靠视觉还有听觉来接收通讯、联络还有警告的信号，来实现我们社会生活。洞穴就是我们的生活中心。那平常啊，除了打架、吃饭，当然遇到心仪的对象时，我们会挥舞着大螯。如果对方啊看到我的招潮舞跳得很成功，雌蟹啊就会先进到洞里面，我就会跟着进去，再挖一个深层的一个地下小窝，共筑爱巢。嘿嘿，是不是很羡慕我啊？啊，还有啊，我在进食的这个姿势啊，是不是很像在拉小提琴呢？还有，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称号啦，叫做湿地提琴手啦。有没有觉得我很优雅？还挺优雅的。我看起来你的姿势很像招潮蟹。招潮蟹可是海边的提琴手。没有想到光是招潮蟹，台湾就有10几种哎，而且种类之多占了全世界的1/8。每只招潮蟹长得都不一样，个性也不一样。像我们这次找的汉招潮蟹，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想到红树林对招潮蟹的影响这么的大，我以前还以为红树林是所有招潮蟹的家呢。看来树真的不能乱种，不然真的清都清不完啊。听老师说，麦寮这里有人正在进行富裕招潮蟹的活动哦。招潮蟹的富裕该怎么做啊？人工繁殖吗？听说这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化学工厂，会不会有危害啊？去看看就知道啦。走。好，咱把水用起来，准备来测 pH 值哈。我看，安尼有够深无？有哈，会使哈。甲你看 pH 值，你看偌济？8.41啊。8.41。我们要讲是危险性，危险性8.56，
但是一般的话，海域的话，安尼甚至较广淡薄。嗨，请问一下，你们在看什么啊？我们现在在做水质检测。哦，对。为什么要做水质检测啊？哦，因为这一个就是哈，从这边出去就是浊水溪的出海口，我们那边有招潮蟹，那我们要注意它的水质，它的环境好不好？因为旁边就是六千了，所以我们要时常来关心这边水的状况，不是说它整个零点一，那么台湾招潮蟹就会马上受到立即审慎的影响，但是长久来看，一定是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改变。原来如此，请问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做一项任务，也就是抢救台湾特有种汉招潮蟹。听说最近这里发现了很多的汉招潮蟹，没有错啊，我们也要一起加入保育行列。你们要一起加入这一个行列吗？对，确定哦。确定。那现在时间刚刚好，我可以带你们过去看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保育招潮蟹好不好？好，那你们跟我走，走，要去海边了耶。台湾特有种台湾招潮蟹因起底遭破坏，许多地方已经看不见它的家。最近在麦子寮协会，在云林麦寮浊水溪出海口湿地，意外发现大量台湾汉招潮蟹，希望他们能够在这边永续繁衍，成为地方生态特色。哎，有没有看到正前方有很多的烟囱？有啊，有没有？很多哈、那个其实就是招潮蟹的家。然后在招潮蟹的正前方那边有一撮一撮小小的，那个就是刚在生长的红树林。所以它现在还是幼苗吗？是是是。哇，这片海滩真的好漂亮哦。我们看这片这么美丽的海，其实不只是招潮蟹，它还有更多的是候鸟，或者是在夏季的留恋。所以我们刚才一走进来的时候，你就会陆陆续续看到很多鸟在天上飞，那些都是在这一个沙滩里面可以看得到的风景。海滩能保持干净，减少人为活动，海滩就能转变成动物们快乐的天堂。除了台湾特有种招潮蟹，这片出海口还调查到206种的鸟类呢。我可以体会他们为何选择在这里付出的心情了。小心哦，你的手要小心哦，小心哦，你的手要小心哦，有没有？有哦，它就在我们看到，这一只比较大只，哎，让我摸一下，紧张，你要小心哦，不要去那个好，那个好，我帮他弄，你看。这边池有没有突出一颗一颗的？有，它夹到就比较。这一个就是一点一点的。啊，然后它的白色，我们刚才看的话，它的螯是白色的，对不对？对。你看它的脚都是尖尖的，如果你是扁的，就比较容易滑水。它如果尖的话，就陆地上。陆地走啊，陆地。招潮蟹的族群曾经不见踪影，那会担心它们复出后再消失吗？哦，当然这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因为如果整个栖地改变了，那么招潮蟹可能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保护这一个它栖息的环境。红树林除了危害到台湾的汉招潮蟹，还有危害到其他的物种吗？红树林除了危害所谓台湾汉招潮蟹，就是台湾招潮蟹，那红树林我们又称为水鼻仔，它是一种胎生苗，好像一只鼻一样，它掉在这一个湿地上面就变成另外一颗，红树林哦，水鼻仔，那它是很强势的一种植物，所以它一下子就会占满这整片的湿地，那占满整片湿地之后，这边栖息地就会改变了，那么物种就会我们所讲的台湾招潮蟹或者岩谷川蟹类的就会不一样了。我们应该想办法来移除这一些红树林、水鼻仔。那如果红树林生长很快，我们要怎么阻止它繁殖过快？要移除的方式只有把它拔掉。好，哎，我们现在就先去拔吧，好不好？好，走吧，走吧，走。好，我看看。找不到它刚刚，看到很多了，很多了。哇，看到了！哦，你看，它是延伸出来。移到哪里了？
到这里，要把它附近给用开吗？对，要挖它，要挖开，挖断，再挖看看，看跑多远好不好？好，看它跟跑多远好不好？要把这个拔掉吗？当然了，整个都要拔，我要把它除掉，掉这个。哦，又有了，哇，又有了，哇，又断了，看，哎，我也用断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水泥仔啊，哈，你想这样要移除，要移除容易吗？会容易，而且它要用掉这个要很大力，不然割不掉。哎，我们来拔萝卜好不好？好。拔，我们试看看吧，哈。好，我先拔这个。各位，一二三。哎，可以可以可以。一二三，一二三。OK， 停。来不及。哎哎哎，有没有起来？有没有起来？有。有没有起来？树哥。这也试试看啊！种树是好事，但种错了地方，就会变成当地生态的浩劫。如果想要复原，就得要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得不偿失。希望这片美丽的湿地能继续保有它美丽的景色，让台湾和招潮蟹能继续住在这里，永永远远。哎。不是，小助理打电话来了。嗨，你们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啊 ？Hello， 博士阿凯哥哥，这次汉招潮蟹的任务非常成功哦。而且这次的任务让我们改变了以往对红树林的印象，以为红树林是所有海岸线里最好的树林，其实根本不是呢。环境保育会随着时间、物种而改变，不能再是千篇一律的。虽然红树林对于许多小鱼小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但对于其他生物，例如台湾和招潮蟹来说，却是伤害的主因。像红树林这种强势的物种，如果种在湿地里的话，要花很多的人力和金钱才能让湿地恢复原本的样貌。哦，难怪博士你要我等等是这个原因哦。是啊，2007年呢，发现红树林呢可以保护海岸线跟湿地，所以呢才鼓励人工去种植。后来呢发现呢物种的逐渐消失，我们才知道呢我们以前的行为是错误。哦，所以啊，台湾和招潮蟹啊用它的生命啊来帮大家上了很宝贵的一课。所以你拿那个锄头就派不上用场了。可是那我们要怎么样子保育我们的海岸呢？现在各地呢都在禁滩。维持了海滩的环境，这也是保卫我们的海岸线跟维持潮间带生物的最好方法啊。所以啊，我们不能乱丢垃圾。我们到海边的时候呢，要保持它的干净跟整洁。而且就像刚刚博士你说的，很多的环保团体啊，他们好像都在招募禁滩志工哎。所以我在想，我们也来抱一下，我们俩也一起来去响应禁滩，我们一起跟陪伴我们的招潮蟹长大，让我们海岸线更干净，怎么样？嗯，好啊，可以啊，我们一起。